中秋节的月圆象征着家人的团圆，看着身边的亲人一切平安顺遂，就是最简单的幸福。中秋节同时也意味着礼尚往来，把诚挚的祝福与问候透过月饼而传递给他人知道。位在永和的王师傅饼铺正是月饼界的翘楚，改良传统的蛋黄酥，剔除过油过于甜腻的口感，金月娘的诞生成为饼铺的招牌。其实月饼种类何其多，口味的选择倒是其次，心意的传达，真挚的感谢，才是购买月饼礼盒的初衷。